免小数罢免多数还有幽灵的连署哦，所以地法院今天又在吵翻，因为在野党提案修正选罢法。但是我们要来看到，民进党清晨四点半就霸占了主席台，阻挡修法，在野党是炮轰了他们。好，首先来看到今天修选罢法的这个现场，大家都是蓝绿出动了甲级动员，立委们也纷纷的出招。今天排审了这个选罢法内部呢，一样是剑拔弩张的一个状况，因为蓝营立委是要提高这个罢免门数票数的门槛嘛，所以呢绿营一大早清晨四点多开始就在那边守候，一进去之后马上攻进了主席台，导致这会议没有办法顺利来进行哦。赵伟、徐新莹只好宣布暂停并且休息。不过呢，要来看到这个选罢法真的只有在野党蓝营提出来吗？难道绿营他们又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吗？好，来看到民进党现任的立委郭国文以及赖瑞龙、前立委汤慧珍，其实呢他们在上一届都提出了选罢法的修正案呢，而且他们提出来的其实跟蓝营的立场差不多，都是要拉高罢免的门槛，避免的就是高票当选低票罢免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嘛。不过就来看到了今天这个混乱的状况啊，这个赵伟、徐新莹他只能喊卡嘛，而且呢这个会议是一言再言，所以呢他是跟民进党喊话了，说背个议事不让开会，立法院是讲道理讨论民众权益以及审查预算的场所，但是这样霸占主席台这样闹，想办法背给议事，用暴力的手段，他是再度的严重来谴责。而今天呢，审查的不单单只有这个选罢法，还有这个细节，包括了有中选会的预算啊、相关法案等等。不让大家开会之外，其实还有案外案的发生，也就是在现场有两个画面出现了，一个呢就是女立委是围攻这个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思明，害他不小心跌倒惨摔，真的好惨。另外呢，立委王宏威也被他们群起骚扰。这个时候呢，关于这个选罢法啊，内政部长刘世芳他有话要说，他说呢，因为现在没有共识啊，就要修法，可能会造成三点不利条件。好，不过在讲他不利条件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带大家一起来回顾，其实这个选罢法上一届呢，除了刚提到啊，有这个立委郭国文啊、前立委汤慧珍、赖瑞龙他们都有提出来嘛，就是说要这个修选罢法，包括我们内政部长刘世芳他。曾经也在上一届的时候，他也提说要修选罢法，不过呢，现在换成绿营来执政又不修了。他提三点不利条件，当时候这三点不利条件难道没有成立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到第一点，他是说罢免连署条件如果加高，会丧失人民提出罢免权的意愿。好，第二个是提高罢免门槛，会不利公民权的行使。这两个是差不多的，都是跟罢免权益有关系嘛。第三个呢，他是说因为现在政党目前的关系很紧，所以呢在没有共识之下修法感觉是不太妥当的。不过民众党立委麦玉珍他就要说啦，他也是重复这个赵伟、徐新莹的说法，他说立法院是讲道理的地方，不是给你民进党打架的，你已经是三度来霸占内政委员会了，损害了整个机制的正常运作。不过呢他也说到，也是尊重大家的说法，修法是可以讨论的，但是不要瘫痪议事嘛。现在呢罢免案之所以为什么要修法，修这个选罢法，原因就是因为实在是腐烂连署，而且超庄脚名册的问题实在是很明显哦，完全背离了法规设计的精神，所以嘛现在才要来修这个选罢法。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说呢，现在蓝绿两党其实这个换了一个位置之后呢，绿营就开始不想要修选罢法了，所以呢蓝营就在炮轰他们说啊，是民进党选书在翻桌了吗？所以呢不修这个选罢法是为了保障自己人，在明年发动了大罢免潮，要来扳回席次，好让这个绿营可以全面掌控国会，掩盖自己的弊案。为了阻挡国民党团修选罢法，民进党团清晨四点就发动假动霸占主席台，蓝绿立委爆发严重推挤，王宏威被立委狂推拉扯，痛到不断惨叫。而黄捷为了抢麦克风，先是撕按手板，甚至对张家俊出手锁喉。需要召集议事人员。徐新莹只是要宣读议事，立委再度发动攻击。根本就没有开会，开会，开法团。
见状有蓝委喊休息，民进党立委却不断暴力把蓝委全推出委员会。而国民党团提案修选罢法，关键原因就在于为了避免少数罢免多数，因此修法要求罢免票必须要多于当选票至少一票。同时，为了杜绝幽灵联署罢免联署时要求要附上身份证影本，原本的罢免门槛并没有动。50%的选票投了一个人，他只要25%就能罢免，那就是票票不等值。罢免票不用多于当选票的话，这就是少数罢免多数，这是民主的漏洞。网友炸锅痛骂：难道民进党是坚持保障幽灵罢免吗？还是玩罢免基隆市长还不够，选书还要翻桌搞大罢免？而有人分析，国会席次分布，国民党52席加上5党籍2席，共54席组成党团，而民进党团只有51席，显然国民党团多了3席。但明年立委任期刚好满1年，依现行法令可以遍地开花搞大罢免。在党质疑，民进党的盘算是在选书的选区翻盘搞罢免，只要能多1席，就能再度全面掌握国会，吃到少数执政的苦头，希望能够罢免掉6个左右，他就过半了。过去8年一样，民进党想过什么法案就过什么法案，想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，想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。像超时，为什么在上一届没办法查，一定要这届才开始查？那就是因为我们这届立委的比较多啊，所以有达到监督的力量。民进党暴力阻挡修法搞罢免，背后政治盘算呼之欲出。记者杨杰、徐国豪 SN 小组台北报道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5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